的手跟着我一起数哦。好，来，我们开始数。我们第一个数的是不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数。横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。不的字是四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字，倒。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，七画，八画，九画，十画。倒的字是十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字，翁。翁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，七画，八画，九画，十画。翁的字是十画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字，风铃，风铃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跟着一起数哦，举起你们手一起数哦。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。风的字是四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字，零，零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，七画，八画，九画，十画。零的字是十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字，左右，左右，左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。左的字是五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右，跟着一起数哦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。右的字是五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字，古代，古代，古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。古的字是五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带。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。带的字是五画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字，现代，现代。好，我们来看现先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，七画，八画。现的字是八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字，带，带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。带的字，来，现在我们要刚才带的字是，带的字是五画。
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字，娃娃，娃娃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，七画，八画，九画，九画，哇，这是九画，娃娃，一画，两画，三画，四画，五画，六画，七画，八画，九画，娃娃的字是九画。好，我们再重复读多一次哦，跟着我一起读哦。不倒翁，不倒翁。好，来，风铃。过后呢，你们跟着我的格式这样子写，看到吗？一个一排我写四个，不够位置写了，我就开始写现代和娃娃，娃娃，现代和娃娃是写在下面，记得写了空一格，又再写另外一个生日，写完空一格，又再写另外一个生日，记得。不倒翁，风铃，左右古代是一个一排，现代和娃娃是下面的一排，写一个字写三次，一个字写三次。好，你们记得要写上你们的姓名、当天的日期，你们不懂当天的日期，你们可以问你们的爸爸妈妈，星期几。班级，好，小朋友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，拜拜。